完全失败，在高雄不要打 bank shot。今天又来到高雄了，来找仁华跟 Kevin。待会比赛的时候啊，我每一球都一定要撞到墙之后进球才算。OK， 还有脏球也算，可以 bank shot 或是 sling shot 都算了。这是我给我自己的课题。 Moments later， 这应该算两分了。我们又打坏一个人偶了，是每次都会打坏。两个人偶了。我是 Kevin， 现在住高雄。 Where am I from？ Canada。 I represent。 没有人要我 represent 他们。 规则真的要像你讲的要改一下，不然所有人都知道要 bank。 今天在这边想尝试 bank shot 练习，完全失败，被他们这些人守死。完全失败，在高雄不要打 bank shot， 最后面要跟 Kevin 来打。 Sorry, why? Wow. Oh.